假设多项是 f of x 等于 x 加2括号 x 三方加上 b 减1括号 x 平方加 2x 加3是 x 的二次多项式，而且它的领导系数是 5,ab 是实数，那我们要求数对 ab 为和。好，那题目告诉了我们两个条件，一个是二次多项式，一个是领导系数是5。好，因为它是二次多项式，所以它的最高次项呢只能到二次，所以到二次之前的这个三次就必须不存在，那么我们只好令它的系数是0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a 加2等于 0，a 会等于负2。好，那领导系数是5呢，就代表这个二次的这个地方的系数是5，所以就是 5x 平方，所以我们用系数来比较的话， b 减1要等于5，那么 b 就会等于6。好，那我们的数对 ab 就会是负2逗点6，所以我们这一题呢答案要选择 b。